来看一下这边的聚会犬，哎呦，看看，这是昨天那条聚会哈，没卖掉，因为价格太高，卖不掉。咱今天，咱还是拍一下这小的吧。今天老板又带来了硬货，这几条小的，巨贵，名字比较贵，实际上价位可能也比较贵，但是今天遇到我就没那么贵，我让你叫巨便宜。看看这是灰色的啊，保证纯种的亮灰色的巨贵啊。骨架各方面毛发啊都行，底根那里也是灰色的啊，从嘴巴那里开始反色，看到了吧？咱来问问这个老板的价格，或者是最低挣多少钱能拿下？来，老板下价嘞，2500，贵倒不是贵，姐你过来了，这个2500是吧？这个2500直接拿下，8000吧，你卖去吧。哎，这个白色2500。灰色的几针疫苗了？几个月？3个月了，3针疫苗哈。你抱一条看看行吗？看它骨架大不大？好，我看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反的好吧？我看看反的好不？确实哈，挺大个哈。这个能长到多少斤？你心里有数吧？60-70斤吧。60-70斤，能长到100斤吧？不能。不能哈哈。你给我说最低多少钱，我看能不能接受。我的预算是1200。啊，你说最少多少钱？一步到位了啊，2000块钱。你也别2000块钱了，多便宜点。巨贵，哎，去年前年我跟你说是吧，我都敢给你2000、3000的敢给你，现在这个不流行了。今年勾价涨是那些小型犬勾价涨。这个2年前2-3万，现在你看7-8千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的锅，你现在你卖个低于2000以下的人，1500左右那还可以。实话实说，大型犬在掉价，这个小型犬在往上涨，都在股市上混，谁不知道这价，对吧？你说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说呀。1000以下，1900。1900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锅。最多给你1500，你要觉得合适，我拿一条；不合适就算，而且你放下去，对吧？你要觉得合适，我能拿1500，你看行不？行，咱能拿一条。你要太高也别拿，对吧？你拿1500吧。还1500你差那五十不差那80呗？是。就是。我差那80，你不差，你是个老板，对吧？1500，我都留一条，我今天都要一条，给你赚定金。挑那条最大的那一个，那个反的好，这个反的行，行吗？你觉得合适，咱能拿下，行吗？1500，对吧？我也不给你下了，是哪一条嘞？其实这个也不错，这个反的也好，我来看看。那，啊，行行，那这，那是公的母的那一个，就大的最个子最大的那一个，你看看去。我想买了，你得让我知道公母呀，是公的吧？行，1500拿下一条最大的那一个。先说好，你给我留下那条哈。有人啊，大姐，我一会来拿过，晚上下午我来拿过。有人要是买那条大的话，你给我最少卖到1800，行不？替我卖，我1800给你，我得赚300块钱，少1800你别给我卖，行不？行，咱再去接着看去啊。这边还有什么狗？他家的狗还比较合适，知道吧？这边都是比格，里面是坐骑的。这是几倍了？啊，最低价600。你看他家的狗不贵，这个都是品相不是太好，品相不是太好啊。你看，嘴巴尖，头小，耳朵也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三角儿。你看那个长的，600，十斤还能再便宜点啊。这个大姐家的狗不贵。看他家秋天，那天在他家买了一只最漂亮的秋天，1600买下来的，比这几个要好。我放在托运部了，一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啊。给我带来姐姐看看还有啥狗，这边有几个松狮不孬，锦帽，再来看看这边还有藏獒、高加索、拉巴多，这几个双眼龙锦帽不孬，那个松狮好，这个松狮贵，现在松狮价格太贵了，现在松狮，看看这个，边牧，这个边牧也不能，这个边牧好看，是个小公狗吧，是个公狗，看这个，这个顶不到，
一千左右哈，看看要是下午捡漏的时候都能八九百，这样的边牧开连的想低于一千有点难度哈。这边还有斑点啊，小鹿圈高加索，这个水质好的嘞，帅的嘞，动也不动，你看咋回事，我看看还有气呗。睡醒了，刚才打扰你做梦了哈，起来吧，你那么壮的个子，长得那么壮，起来，一二三上高山，四五六拉牛狗肉，七八九拉死狗，哎，拽不动了，这个精神状态在睡觉啊，啥问题没有。这边还有白色酒柜啊，白色酒柜，今天就到这里吧哈、老板，这啥价了？啊，老板。哦，一千五，看这白色酒柜哈，一千五。看有喜欢白色酒柜的不？那年人白色酒柜是一千一，我拿下了好几条。那个视频有人在可以翻一翻啊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这个酒柜也基本上在一千左右，我能拿下哈。来关注一下吧，今天还是天气不太好，都在这个室内哈。来关注一下，他家专卖松狮、高加索，还有这个酒柜哈，还杜宾。关注一下。